我们现在老百姓对这杯子了解都比较低，为什么低呢？嗯，凡是被拍卖过的东西，它都在社会上有新闻，比如鸡缸杯拍2.18亿，认知高啊。鸡缸杯那东西有，不仅有明朝的，还有清朝的，但这杯子只有明朝永乐年间有，全世界就仨。哟呵，永乐大名鼎鼎的压手杯，这是中国唯一的，有三个。当年呢，我这个做节目的时候，有个人鉴定嘛，就是有个人拿了一个，嗯，然后我得婉转，我不能上来说，我说您这是新的啊，过去更狠的话上来就说您这是假的，那就那伤人。我就很婉转的说，我这东西全世界就仨，您这是第四个。这人不是听话听音嘛，嗯，啊，他听不出来，他说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信了，信了。他认为他那就是第四个啊。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复制的啊，这是复制的，这个复制的相似度啊，嗯，我很客观的说，相似度大概在85%-90%，就是80-90分，80-90分你考试这已经很好的成绩了，这个是非专业的人啊分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你跟那个故宫那件非常非常接近，其实就一样，所以你拿着时候呢，因为它这东西厚，太厚，你把这个热水啊，你看这热茶你往里一倒吧。你怎么拿着它都没事，不那么烫手啊，它不烫手，温手，对，它温手还不说呢吗，它不烫手呢，它还保温，它一时半会儿还不凉不下来。所以这东西呢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现在没有人认，不懂，主要是不懂。所以这就是一开场咱给人介绍这么一东西啊，喜欢的可以官服 APP 上就有卖的，下载官服 APP 就有卖的啊。那么过去我们一直说啊，大年三十以后，大年初一放假，说连皇上带百姓都放。实际上历史上并不是这样，历史上啊，皇上他你放不放假，他自个儿决定嘛。我们再看看啊，这个皇上啊，这皇上这拿了点这个办公的东西，皇上加班用的，皇上加班，皇上你看，你看高级吧，你看小东西什么小砚台，小砚台这是个，这都是皇上用猪皮，你看猪皮。披朱砂的，这朱砂砚下，啊，对对，小那个墨砚都大嘛。这小砚盒真精彩啊，精彩吧？嗯，啊，好看，啊。哦，这是笔盒，哦，文具盒，文具盒里这上面是搁笔的嘛？啊，对，啊，这搁笔的。那么搁笔呢？这上面是临时搁笔，写一半，写一半往上一搭，啊，一搭它防止它滚动嘛，它所以有槽，这都红木的。这个是比较高级，啊，随身砚是不是有点意思？对对对，随身的，这个是这个如意，这个，如意啊，如意底下呢是松花石，松花石呢，哦，以静为寿，是以永年。这个，因为松花石是松花江产的，清代皇上的最亲切的东西，因为是他们老家的东西，谁都喜欢老家的东西，哦，对对对，所以老家特产。四大名砚里没有松花砚，没有松花，啊，南方俩，一个奢砚，一个端砚，北方俩，过去一个桃核砚，一个红丝砚，后来红丝砚没了以后用成泥砚顶替。实际上最北边啊，就是这个松花砚。那么这笔架山，这笔架山年份就好一点，啊，这种一看就是明味的，明味的三山啊，三山市。那么这个印泥盒，这印泥盒这不是宫廷的，是一般民间用的，里头还有印泥，哦，还带印泥呢。这种印泥盒呢，对，就是很普通，但是通过这些文具你能看到，就是当时这个文人啊，甭管皇上还是文人，这案头的东西讲究。咱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就一键盘一鼠标滋溜滋溜的啊，鼠标我看都快没用了，那键盘敲的敲的。所以古代呢，这种文化你看，同样的啊，有木头的，有珐琅的，有铜的，有瓷的，这文物啊，文物就留下一个证物，就像这压手杯似的啊。这压手杯啊，今天还让咱喝一茶，得把这慢慢收起来啊，收起来，咱再慢着，哎，慢慢的啊，收起来了，物归原位啊。皇上的办公用品啊，所以这个皇上呢，这个啊，大年初一就开始干活，其实全国老百姓都在放假，勤勉啊，对，养成。冬虫啊，对，就是我们年年玩的东西。我这也是这两天还问呢，我说现在北京这个鱼环鸟鱼虫市场说都没了，就剩了一个了，哎。对，我觉得这可惜。北京应该49%都应该有这环鸟鱼虫市场，各城都有这种野市，哎，对，自发的。对，它是让老百姓体会这生活嘛，自然市井，哎，市井。对，过去啊，你比如这个蝈蝈，
蝈蝈啊，你不是带他了吗？我拿来呗、哎，行吧，先给大家看。该我站起来一回了，该你站起来了、哎，要不然我给你拿去。哎呦、哦，在那边呢，早知道我给你拿过来。看看，这讲究不讲究啊？这个小粗包、成包，这里头都是活物啊，活物，你看看，哎呦，这讲究。哎，现在都讲究拿这种罐儿啊，真看清楚，你看，看见没有？蓝的，这个是咱们经常玩过去玩的铁蝈蝈，铁蝈蝈，大铁蝈蝈，你看这个啊，这个翅子啊，翅子越长越好，当然这还得听叫啊，一叫就好听，这肚子大。日子过得好，肚子都大，大肚子蝈蝈嘛。嗯，对，脆蝈蝈、铁蝈蝈是两路子，一个是看色的，一个是听叫。这是那绿的。哎呦，哎哎，哦，看，哎呦，哎这有点绿，这绿的有绿的有点媚呀、啊，这个油绿油绿的哈。啊、嗯，哎呦，你看这俩大须子，哎呦，好看。这是十冬腊月天，这是过去是不可能的。这就反季节啊！我老祖宗玩都玩这个啊。过去东淮名虫是讲究人，对，为什么东淮名虫呢？第一，你养得起它便宜啊，过去养着虫的人多，现在贵着呢啊。这个第二呢，是我们过去没有现代化的这种音响，你跨机械你听不见，你今儿说我可以直接上这个，哎，真会叫啊，这个叫的这多好啊，就是我过去想听这声，我只能。我就听他叫，对，今天我可以不听他叫，我这个手机里录下来，所以这种请听自然之声是我大概20多年前写过的文章，哎呦，这个一点不怯场啊，上来就叫，这比人强啊，啊，够温度，这东西得够温度，差半度它都不叫啊，它是贼着，就是玩个温度，其实玩温度，对，对，过去的好看啊，看看，让你们看，给你们个镜头啊。哎，我那时候啊，长眉毛大眼睛啊，长眉，就这个，现在人哪有这眉毛？你看这个嫩绿嫩绿的，这脆果果，这得看啊。我那时候啊，我爹也喜欢养这个，我一回家只要听见屋里呱呱叫，我说我爹输钱了，打牌呢啊，打牌就造啊，这果果，哎，一进屋这没声，说今儿这个我爹手气好啊，就这意思，听听，这个好听。你们觉得神吧，你看他刚才一点都不叫，这一打开全叫，你看这现在有仨声了啊，叫叫叫，来来，这历史上啊，宫廷里有专门人养，专门人养，这伺候皇上的，皇上伺候皇上还不说，他有一个政治任务，你说这蝈蝈有什么政治任务啊，蝈蝈能有什么政治任务，哎呦，这政治任务大了啊，这史籍上有记载的，你像清代啊，各国，你康乾盛世时候，各国派使节来庆贺，您这过新年了，就派人来，万邦来贺啊！哎，对，万邦来贺啊！大年初一，皇上第一天上朝的时候啊，太和殿里两边各5000个蝈蝈啊，没声啊，皇上一万个蝈蝈，一万个蝈蝈啊，一万个蝈蝈，皇上踏这台阶啊，从这单壁石走过来的时候、啊，那龙门那石头、啊，只要一迈进太和殿这门槛啊，这一万个蝈蝈同时开叫。皇上走野地里了，皇上，你听，这叫万国来朝啊！我叫万国，万国一万个蝈蝈啊！这个他关键是要什么呢？要控制的好，这是皇上这一迈腿往太和殿里一迈，他就得响，就要这巧劲儿，得有人会，要不然他不叫。重把式，重把式。为什么重把式能控制他叫呢？就是温度，差半度哈，差半度，他最后这半度这热气儿不给，皇上往上啊，走到哪个位置，他肯定试过。这热气一虚，只要有一个带着叫的，你听见没有？有一个带着叫的，全都共鸣啊！这那个，你想让皇上不高兴吗？那搁谁高兴啊？咱听着都高兴，甭说他在现场了。所以这轰的一轰，啪就叫，呱呱呱呱，你说这多好听啊，对吧？今天这东西啊，因为这个城里现在这个市场少，这东西就贵。小孩夏天都不玩这个了，好多人。夏天卖这都少。我今年到春天的时候我还买了，那每天逛市场。我给你发微博了吧？逛市场有卖的。光市场有卖的。就这个大吉有卖的，买了我跟人们讨价都没讨价，15块钱一个，买了好几个，买6个，花了90。结果那人还不收微信。结果拿微信又换了，拿100块钱微信换了90块钱现金给人家。行，
啊，您那便宜吧，15，你知道这个现在贵了啊，冬天的瓜果翻10倍都不止，那不止，现在不，我那天问去了啊，我一问吓我一跳，我说怎么那么贵啊，一锅果啊差不离的几百块，那是最起码的，500块钱起步吧，现在3-500块钱起步，这翅子要长啊，一过鞍啊价钱就大了。我们今天的生活大量的是被今天的这种电子产品干扰，所以啊，所以你没有这种兴奋感。你在过去古代一到冬天什么声都听不见，一听这虫叫那心里那个愉悦，大雪纷飞走了大街上，你怀里揣一虫，嗯，你一走所有街上都得瞧 瞧你，这个瞩目感是不一样的，再加上容器啊，你像这陶器，陶器也都做得好，这是个老的、哦、老的了，陶刻啊，这老的就是新的，你看这棋多准呢、啊、嗯，这长得准，就是黑虫的葫芦，嗯，这是老型的，它不是点吗，啊，这种啊，你说这个啊，这一看这两种，这种养蟋蟀的阴虫的阴虫、啊、这种是养蝈蝈的阳虫的，你看底啊，这种尖的啊都是养阳虫养蝈蝈的鸡心啊，鸡心的这种尖底的呢，它是因为蝈蝈是阳虫，这东西不去阴地儿，都是过去在庄稼地里趋光性啊，哪儿亮奔哪儿去，对，它不怕它晒啊，这东西太阳晒着呱呱呱叫着好听着呢啊。那么新的你不是新的你很多吗，哎呦，我没养虫的都是用老子养的，是吧？因为现在，这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个葫芦进步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所有老虫这个葫芦啊，长得好坏不管，就是音箱。嗯，现在新葫芦做的全是好看，但是不出音儿。哦，我养虫全用老葫芦养。这个刨器啊，就葫芦器啊，葫芦也叫刨嘛。刨器呢是这个，文字记载很清晰，是明代末年有一个文人叫朝端明，不愿意做官了，回到老家就养这葫芦。养葫芦呢，它无非几种方式，这种叫泛制，做一模子，泡模子，泡上。对，泛制啊，泛制有各种各样的。然后呢，有捆扎的，拿绳勒的，是扎脖，扎脖，哎，各种啊，勒脖啊，还有各种，就比如烫花什么的、那个。我给你看这个啊，这个叫本掌，您这本掌，这是天然长的，哎。玩到头的人都愿意玩本掌，所谓本掌就是天然的，天生地养啊。你看这颜色没有？这有百十年才成这颜色啊，这种守旧的这种老黄，琥珀色的改成哈、啊，好看。嗯，这还有做旧老棒子、哦，这是一个老棒子做旧、哦，这就是老型其实。嗯，你看这漂亮，你看长得。嗯，其实这是老做色。他做了色以后，他也是要使很长时间，就是手把玩出来的、啊、这种过去啊，这人就偏偏摸索的啊。对，你看，哎呦，这漂亮，真漂亮啊！这颜色能玩的，人玩的就是这颜色啊。玩一张皮，再深一点就是枣皮红啊，对不对？再红还有吗？这个，这就是枣皮红了。枣皮红了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当年啊，不当事儿玩，不当事儿玩脏了，玩脏了也没关系，人家喜欢这个。枣皮红，你看那个红枣，大红枣干了以后就这色儿，看到没有，也是有斑驳状。对，玩这枣皮红啊，你要把一个新的要玩成这色儿，你得照着百八十年、哦、啊，百十年往上。新的是什么样？我给你看看啊。嗯。我呀，前两年做的一个是这个九宫壶呢没了以后呢，就想开发一新产品，叫九宫茶加石。你看啊。这后面这一堆有陶瓷的、银的、有铜的，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呢是这个刨器。你这刨器，你们看啊，这个各种泛制的都看得见啊。这个好，这个孙悦带这么多东西来让你们看个够。但是古代的时候泛不了这么长，这么长是天生要长出来。那100个里啊，最初的时候就长俩，现在那个技术提高点，多长几个。现在好像整亩整亩地都是、啊、整亩一亩一亩的是弄，全是这个啊，达摩啊，香炉，你看这香啊，一直到上面运散了。它为什么往上走啊？因为上面吧，它使不上劲儿，长不足了、哦，正好这烟就散了，正好就散了，就散了。你看这多漂亮，听着啊，让你听一声啊，哎嚯。这个竹胆，嗯，这里有一个茶勺，哎，这个签子桶堵了桶土、嗯。这个刨器这桶是我们这13件东西里的其中一个啊，13太保其中一个啊。那么你看这颜色啊，我为什么拿出来这东西让你看？你看这颜色的对比，看差哪儿去了？这颜色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这颜色没有？差这么多。你要把这根筒子玩成这么红啊，
好，如果你诚心玩，天天那么捋着啊，每天捋捋五百项啊，我估计得有个几年以后能有这事儿，能有这事儿，差不多，就是差不多，这颜色不会变，只会越来越亮，亮，对啊。那么这件东西，我告诉你，这还已经待了一年呢，那第一年出来更生生愣，这个东西越熟越好看，对，过去玩的就这熟的劲儿，变化是吧？这东西你要金面啊，带点茶叶出去，它保证密封。你听这声啊，啊，嘬气嘬气啊，做的严严丝合缝。你看你看盖的时候，你看一盖它往外弹，你得慢慢慢慢把那个气撒出来，你再那下去。所以我们当年啊做这种香筒哈，我就想要是一百年以后有一人啊，那么摸着这种枣皮红，那是哎呦，那感觉好，那感觉太好了，油红的，慢慢来啊，自己慢慢来。现在有人工染的啊，你们不懂的就这样做色嘛。但是他这个做色是我看做的特别好，你现在做不出来，对，现在做出来也不这事。现在拿鞋油做啊，他不管他用什么颜色，他做出来以后呢，他需要还需要哎还需要你手把玩啊。对，你如果没有时间，你怎么做不成这样啊？真的做不。这颜色太好了，你听这蝈蝈叫多给力啊！你看这个鳍在这儿，你看它歪了，看到没有？歪鳍，它歪鳍，它现在想彻底长得正宗特别难啊，因为这么长在里头，它是个天然的东西，在真空中长，你想控制它控制不了，很难。如果这里头它没有一个负压的话，它根本长不足。现在它往外种，你这干嘛嘛？嗯，从这儿从模子那儿插个签子进去，嗯，把那眼儿插住了，嗯，就模子固定住了，怎么长都在这儿。所以这个我们今儿啊，大过年的初四啊，初四听听蝈蝈叫。对，你看这蝈蝈，这个真是啊，这就古人的那种喝的茶，都一小蝈蝈跟着一搁、哎。对，你说我们这要聊着天，你们自个儿看着都乐，是不是？哎，来了，好，去金瓜子儿了。对对对。这金瓜子得趴着吧，玉石眼儿，你看吗？嗯，俩黄眼珠子。哦，油葫芦叫声是最催眠的，它是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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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特绵长。对，原来我去那时候，去王世襄先生家的时候，他那个炉子，他搁在炉子一周，哎，炕在那儿哈。你知道这里有一加热的设备，给他们看看啊，别那么保守。中间啊，其实设备是比较先进的。有一热水杯，那整个这里是暖和的，是一个暖阁啊。这个匣子里的温度都非常均匀。这就过去拿出去一盒，嗯、一打开过凉风就叫，这就大家晒嘛，坐那儿逗嘛，这玩意儿有意思。往里一搁，那、嗯、一个一个给搁回去。你看这个啊，你说叫了，就是它叫了，拿着叫呢还。嗯，听过没有？嗯，声不一样吧？对，一个虫一个味儿。对，虫子是这样，你买虫的时候啊，嚯，挑虫可是学了啊。一种呢，就是你听叫，对，你喜欢哪个声买哪个，这最简单。你不会呢，它现在这虫啊，叫声它那个跟它的价值有很大差。其实就是你这好不好是对等的，蒙着买呢，就等于买彩票，对对对，你中彩就中了啊。那拼眼力，好的和赖的中间差十倍价钱都不止。对，这个蝈蝈一般是玩俩。就有一个叫，那个就不愁叫了。你要是买一个呢，这一个呢要是胆小呢，一辈子不叫。就在你这儿，他听不见别的叫，他就不叫。你看这俩，勾着，抵着了，看到没？较劲在这儿。好，把它收了，让它回。我把这先抓回来。回宿舍。来吧，宝贝儿。你看我们这个孙悦原来养大象，抓着回来。先养这个。这个上班时间的唯一消遣。对，慢点。哎呦，这个不能轻易动手啊，这大须子值钱啊。过去说卖这虫，说我这全须全影，就这意思。这值100块钱，折一根须子30了。啊，对，这根须子比什么都值钱啊。全须全影嘛。你看这须子来回扫荡似的，这是它雷达，它的雷达，它靠这个来辨识呢。啊，好看哈。对。过去还养蝴蝶的，还有你记得？那更高级呢。来，宝贝儿，养最小的那成着金铃子，那大金铃、啊、大黄铃、小黄铃啊，那金铃，我那时候床头枕头底下搁一个，晚上叫，哎呀，多吵啊！哎呦，那晚上睡得香，不吵不行，人火车都不怕，甭说一虫叫了。正好，
大过节的让你们展一眼啊，听一耳朵，是个乐，是个乐、啊。对，让知道我们文化中有很多啊，这种是典型的市民文化。虽然他也为宫廷服务过，但他基本上还是个市民文化。现在能粪虫的人，一个冬天啊，嚯，挣钱得挣。我告诉你们一个发财路子啊，如果你有本事啊，你要有本事，能吃苦啊，能吃苦，那得看着啊。一个冬天啊，今天在北京，咱先说行情吧。行情，你这中上等，500到1000，中上等吧，到不了上就中等。反正现在500块钱是一个中等，就在500块钱中等。中等，中等，500块钱一虫。嗯，您这没啥成本，就是时间成本啊。为什么吃什么都不重要？对，就是时间成本，不到俩月啊。对，7749嘛。对，啊，这俩月时间不能睡觉。盯着，就在这个暖房里陪着他们待着，保湿保温啊！现在保湿保温很简单，过去那把式全凭自个儿的感觉，现在有温度计，对啊，有这个湿度计，您先看着，该干了喷点水。过去那把式死的粪房里有的是，闷死的，煤气中毒，用这个啊，对，用的那对，先不通风啊，这保温啊，用炉子给温，今天加湿也是啊，电褥子就行，对，加湿器，什么都有。人在这个什么？情况下说什么事儿啊？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啊，养鸡场那小鸡全是电脑的，对，电子孵化，电子孵化。你说过去谁孵化？不是母鸡孵化，母鸡才孵几个蛋。我过去在农村就见过老太太孵鸡蛋啊，整个腰上全是啊，一圈老太太坐炕上不动啊，二十多天把这小鸡孵出来，22天23天啊，21、22天把它孵出来。啊，你说这老太太怎么睡觉？她该睡觉睡觉，该怎么着怎么着，她就在那儿愣孵那么一炕小鸡啊！那是我看最神奇的事儿。所以这人聪明啊，这粪虫我现在是实在是没这功夫，有这功夫我应该好好学学。嗯，这喜欢这事啊，有意思。你看着它有那么大个籽儿，一点一点的，一次一次的退壳，退完了以后呢，就每次啊，每次大一点，大一点，每次大一点，最后成虫一叫唤，你说你有多少欢乐？对。但是这虫叫百日虫，过去叫吗？百日虫，对，百日虫有意思啊。说百日虫，就是说这东西啊，甭管是蝈蝈、油葫芦、蛐蛐，这个活100天，100天。这过去说这100天是指的在自然界环境中活100天，对，人工养，吃得好啊，温度好，条件好，能活多少天呢？活200天啊，我就养过嘛，随便养，养到10月养到5亿嘛，对，200天嘛，200天最少。所以这200天呢？就等于让这个虫子的寿命翻了一番，对，那不得了。我们今天寿命要能翻一番，那我就这儿150开外，200岁活去了啊，可惜呀，没人养着。